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623面第五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，第五行从根本者啊，从这看起。根本者，本体，一切法之根本自体，这是哲学上的名词啊，跟佛法上讲的本体是一个意思啊，万法之本啊，也就是万法了都是从它而生。整个宇宙，大日经曰：“一身与二身，乃至无量身，同入本体。”前面我们学到此地，身是有形有相，都称之为身。天地万物，小一粒尘沙，它有形体，也称之为身。树木花草，也都称之为身。所以，这个无量身呢，就是无量万物，同一个本体，同一个自性，此证明。根本之意，这个名词的意思义理。有本者本心，即本源之自性；有本性，乃固有之性德。这个几句话了，非常重要。讲到一切万法的本体，确实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圆满。科学跟哲学对本体到现在的都没有定论，有很多种说法，不能够令人心服口服，都是自己在猜想，给他假设一个名词，解释不够透彻，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因为你要没有见到，你决定讲不清楚。那么在佛法过去这些大德们，真正功夫达到明心见性，他就见到了。佛法叫见性，就是本性，就是见到了本体。对这桩事情才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像《望经还原观》里面，唐朝初年，贤首过世，华严宗第三代，贤首过世。他在还原观一开端就显示出自性清净圆明体，
啊，第一段就是说这个本体说出来了，从本体就产生现象，就是起二用，这两种作用就是依报跟正报。啊，正报是自己，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，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也是依报，不是正报。啊，诸佛菩萨是我的依报，正报啊，决定是自己。啊，每一个人自称那就是正报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正报不是讲啊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太多了。啊，所以依正庄严呢，一定要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。啊，这《华严干上》讲得清楚啊。啊，有我就有宇宙，有宇宙就是我，就有我。怎么发生呢？迷了才发生的。觉了的时候，无我也没有宇宙。啊，这个相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是幻象？它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有本体，本体不生不灭，那是真的。啊，有生灭，它就有染尽。就有善恶，啊，那个发展就是三种周遍里面第二个所讲的畜生无尽，啊，那在我们今天来说无尽的烦恼，无尽的习气，啊，无尽的业，这造作的业，无量无边，果报也无量无边，这就出生无尽啊！我们起个心，动个念。那自己觉得没什么，其实都有果报。啊，起个善心就有善的果报，起个恶念就有恶的果报。啊，没有善恶叫无记性，无记性也有果报，无记性的果报是无明。这个佛法烦恼讲愚痴，啊，或者我们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，叫白痴，无计可报，没有善恶，啊，他没有智慧，他跟佛菩萨不一样啊，佛菩萨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他是真的无知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叫无明啊。我们六道里头，四禅天里头有一层天叫外道天、无想天，那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他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无想天就是修无想定，啊，所得的果报，啊，什么都不想，染尽善恶，通通不想。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？有，不能说没有。有，换一句话说，与无想天
就有感应了。那我们哪个念头强，哪一个果就先报。啊，所以谁先谁后呢？不一定。什么时候决定？临命终时。临命终时，善念强，善道去了；恶念强，恶道去了。啊，净念强呢，四圣法界去了。念佛的人，临命终时，如果念佛的这个念头强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念了一生佛，到最后一念，如果是贪嗔痴，他还是堕三恶道。啊，这就是灌顶法师所说的，念佛人有100种不同的果报。啊，在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苏超啊，幕后的一页，叫念佛100种果报，他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啊，第一种是地狱，最后第一种，第100种，上品上生，谁决定？没有人决定，自己决定。啊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都佛常讲的。中国古人讲的这一句话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非常非常有道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经典上所讲的。啊，特别是三种周边，啊，起心动念，第一个周边法界，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能量？因为它是心的，物质现象是波动形成。波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变成固体的物质现象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，阿赖耶里面讲的境界相，频率慢的，啊，频率快的变成液体，再快的变成气体。啊，更快一点就变成波，电磁波。这个电磁波，自信里的电磁波，不是物理上的电磁波。物理上的电磁波速度很慢，自信的电磁波一动就周边法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。是意识的波动啊，物质呢？物质当然波动，它没有波动的话，这物质不存在了，就没有了啊。只有波动，它才存在啊。周边法界，谁不知道啊？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这2种波动都是周边法界，念念周边法界。这个念念呢，主要知道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一弹指32亿8000年，是讲这个念头。
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。啊，如果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够弹五次，那就一秒钟就有1600兆次的频率，这么高的频率啊，每一个频率都周边发起，我们自己是个发射台啊，没有间断过。如果间断你好了，间断就成佛了，没间断过啊，身体死了，那个物质的波动没有了，念头的波动有，他这个念头又会去找个身体，那这么叫投胎啊，他又去找个身体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同时我们身体也是个接收器，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现象，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，它们波动周边法界，我们能不能收到？当然能收到啊，收到怎么样？我们这个机器不灵了，有故障，虽收到啊，没有感应，不是收不到，真收到了。什么时候这个故障去掉了，我们的感应恢复了，烦恼习气放下了，它就灵光了。哎，你放一点，它就起一点作用，这就是现在所讲的通灵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它为什么看到我们看不见，听到我们听不见，接到我们没办法接到的信息，他能接到，其实都一样。啊，他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放得多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哎，所以他就能收到。啊，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叫我们自己遇到的。有很多灵媒来找我，透一些消息给我啊，有些附体现象的啊，附体现象不是他说的话，我就问附体，你们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找别人？哎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你相信啊，这就是我相信这个障碍没有，他就来找我。不相信的，你们是鬼话，他就不会找你。啊，他信息送不送？送给你，一样的送给你，但是你没有反应。从这一点点这个迹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你某一部分障碍没有，那一部分它就先通啊，或是眼见，这叫天眼啊，见不到你听得到，叫天耳，那听不到你感觉到，感觉并没有错误啊，实在讲都是我们六根的本能啊。啊，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，你这种能力就是眼见耳听都是遍法界虚空界。那不是吵的声，不是的，它有频道，你想听就听到，你不想听就听不到啊，这个
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有这个能力啊，他们见诸佛如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他这一动念都想见，都见到啊，听佛讲经说法，想听都听到啊，这并不稀奇。佛讲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，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是属于德相的一部分。啊，宇宙之大了，所以说无奇不有啊。啊，我们慢慢放，我们没办法像释迦、像六祖。啊，在一念之下的时候，他全放下了，所以他证得的是圆满的。啊，没有这种能力，慢慢放。你放得快，就证得快；你放得慢，就证得慢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当中，啊，过去这些修行大德有成就的。啊，典籍上有记载的，我们能看到有人2-3年就放下了，有人5-6年，有人7-8年，有人10-20年，啊，还有30多年的，啊，慢慢放，真放下了，他所契入的境界是相同的啊，跟释迦佛相同，跟六祖相同啊，没有契入不同，契入之后完全相同啊，这是佛法说是根由利钝不相同啊，啊，利跟人快，钝跟人慢啊，根为什么会有立顿呢？烦恼习气轻重不相同，烦恼轻的根就立，烦恼重的就很比较钝，迟钝一点啊，还都是自己 啊我们要怎样训练，我们现在根很钝，训练没有别的，就是经教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，慈悲到基础啊，他来调我们的根性呢，啊，让我们慢慢去悟啊，啊，天天听经，听个10年8年，哎，他就懂很多。那这个懂什么？懂叫看破，就看破很多。啊，看破之后要真正起作用，就放下，就是你把你所懂得的全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日常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你全用上了。由小悟而大悟，由大悟而大彻大悟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啊，大彻大悟那个境界跟人家那个顿悟没两样，所以佛法确确实实给你讲的是平等法，清净平等觉。佛法里头没有高下了。啊，设法界平等，众生跟佛平等。啊，生佛不二。生佛一体，一个本体嘛，啊，一个根本，一个心得，啊，底下这个有根本，
之有字，至关切要。这一句话是黄念老的。这一句话至关切要在哪里呢？他恢复了我们的信心。恢复什么信心？恢复我们这一生成佛的信心。我有根本，我有本性，我有佛性，怎么不能做佛呢？我本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相好，样样不缺。而且这些相好无量无边无数无尽，这什么缘故？自性里什么没有？为什么会产生现象？会这么多？我初遇到的是想不通啊。想了好很久啊，以后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你看就那么几片，你去转，你天天去转，找不到一个相同的图案，那这不就出生无尽吗？从这个地方显示出畜生无尽。让我们不再怀疑了，那我们自信就是个万花筒。里面就是几张花瓶。空不讲，要空它就没有东西嘛，我们单讲有。有什么东西呢？前面我们所说的，有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好的。那不好的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这都混杂着呢。你这就自己在转了，转出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境界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为识所变的，识变的，性里头没有啊。性能生能现是自然的，识在转变的时候不自然了，觉悟了，不自然也都回归到自然。好妙极了！迷了的时候，把自然就变成不自然的，扭曲了。所以这有根本，那个有字，我们要承认。底下举例，如狂人之有本头，决定是有，不从外得。这楞严经上的故事。我们遇到过这个事情。匆促的时候，突然没了，没有原因，也没有时间。你说几十米的，不没时间，就那一念。人家给我们一些点醒了。才知道
哦，也是迷惑。头有没有丢？没丢啊！我常常举这个时候，我用谨记记惑。啊，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，可能自己犯过。那自己没有过这个经验，看到别的人，你会看到过。啊，清寂的时候，帽子戴在头上，到处找帽子，啊，急得不得了。啊，本来是有啊。啊，所以这里讲决定是有啊，不从外得。啊，自信本来是有，自信里面智慧本来是有，自信的德能本来是有。啊，德能最明显的就神通。啊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这些人，思想都比较单纯。啊，欲望比较少，这肯定的。啊，思想一复杂，乱掉了，欲望太多了，他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遇到过，都很年轻，20出头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你穿的几层衣服，冬天穿的厚厚衣服，你的五脏六腑他看得清楚。啊，我们很多同修来做实验，啊，你看看我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有一个同修过去得过肺结核，他指出来以前得过肺病。没关系，现在钙化了，还留个疤在那个地方，给他指出来，他非常惊讶，说出来他自己知道，但是从来没有跟人说过，结婚连丈夫都不知道，就被他指出来，啊，所以我问他。你这个能力从哪来的？哎，他天生的，他从小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报德的。啊，五种神通，除了漏尽之外，五种神通，鬼是报德的，到鬼道就有，他不大，天道有，天人有。也是报的，但天人神通比鬼道要大多了。啊，你比如看到未来，鬼道的大概看3个月以内的没问题，他会说的很准确。超过3个月之外，他乱说了，他不说，他就不准了。但天道不一样，啊，天道能够看。看到未来，啊，2年、3年、4年以后会变什么病，他能看到，啊，那阿罗汉菩萨他们的能力就大太多了，啊，那么这些能力是本能，不是稀奇啊，他有，我们没有，错了，我们有，我们只是被。妄想分别执着把它障碍住了。啊，所以这种能力决定是有。啊，多大呢？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大。决定是有。啊，只要我们把障碍除掉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所以它不从外得了。啊，但是也有的人完全修，那修是外的，
啊，用修炼。其实修炼也不是别的，修炼也不过就是把烦恼习气把它扶住，啊，让自己心慢慢恢复到清净。哎，这个能力就出现了。所以还是不从外得了。啊，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报的。啊，不但报德，还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，让你的智慧德能向好，啊，变成跟佛相似的境界，这太难得了。啊，这个是其他诸佛刹土里没有这么幸运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这种能力加持的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他的根过去生中无量劫修行的功德，这是因啊。它的缘是在受无戒之前他现身为国王，遇到自在王佛，啊，有释然王遇到自在王佛，听经觉悟了，舍弃王位，出家了。佛给他的法名叫法藏，叫比丘身份，法藏比丘。在这一世里面呢，他发48愿。而且又用15劫时间修行啊，5劫这么长的时间，把48愿愿愿都修到圆满啊。极乐世界怎么形成呢？就是本愿功德的成就，这48愿功德的成就啊。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人设计，不需要人画图，不需要施工，自然变现出来。啊，这可能吗？可能。我们这个世间人修善修福，啊，大善人常常想到利众、利益众生，没有想到利益自己。啊，是真心在修善，升到天上，你看看，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一切受用自然的，是功德成就啊，自然的。那个造业的人也一样啊，一心一意在造业，一心一意在害人，没有回头的时候，从来没想到别人，哎，那个功德成就什么？地狱自然形成。那地狱不是人造的啊！我们听到章太炎先生所说的，那不是假话，他不会骗人，他是个虔诚佛教徒啊。曾经在世的时候，中国做过东岳大帝判官啊，判官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是离职了，他就代理啊，待了1个月。啊，因为他学佛心地慈悲啊，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法啊，就是个铜柱啊，把它烧红了，这个受刑的人就抱这个柱子啊，这是淫欲的果报啊。
章太炎先生觉得这个很不人道啊，太残酷了。啊，建议东岳大帝把这个刑法废除。啊，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他，你到现场先去看看。啊，先叫他看现场。啊，小鬼把他带到现场，告诉他到了，他看不见。他恍然大悟，业力变现的。啊，所以业力成熟啊，跟那就善恶不一样啊。啊，善的时候所叫做做功德成就啊。啊，他那个恶业业力成就一样现前进。这都不是要人制造的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么样成就，我们能理解了，也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信心太重要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自信里头本有。啊，决定是有。啊，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再看底下，富大士。姓王明，他留下这篇文章，这里头有这么几句话：水中言味，咸味；色离交亲，决定是有啊，不见其形。啊，姓王一耳啊，这姓王就八十啊。啊，阿赖耶，摩那意识，那前五识呢？眼识、耳识、鼻舌身识，这个都无形的。身内俱停，他在哪里？他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看不到他。啊，佛不给我们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睁开眼睛，我会看，这自然会看嘛。佛告诉我，这里头有眼识，如果没有眼识，睁开眼睛不会看。啊，佛举了个例子，人刚刚死，啊，他的身体还没有坏，他为什么眼睛不能看？为什么耳朵不能听？啊，神识离开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叫它做实体。啊，它并没有坏。啊，可是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人一断气就走了。有断气就走了的，只有几种人。第一种升天的，啊，一断气就走了，没有中阴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堕地狱的，啊，堕无间地狱，没有中阴，这一断气就下去了。啊，念佛往生。一段气佛来接引，他走了，啊，真走了。除这些之外，都有中阴。啊，虽然断气了，神识没走啊。啊，就是八识心王没走啊。要到什么时候走呢？一般讲是八个小时，所以八个小时不要动它，八个小时助念非常有效，因为他没走。啊，他耳朵不能听，他神识能听。
我们今天通过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的报告，我们对这桩事情就深刻的了解。只要他物质身体在，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受想行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这当然知道。所以助念有很好的效果啊！助念用真诚心，不要去碰着他的身体，这印光大师教导的。我觉得这是对的，要尊重他，不要碰他。帮助他就是一句佛号。真诚心念念这句佛号，送他往生。提醒他，希望他跟着我们一起念。见到佛，我们见不到，他见到。佛来接引，你就跟他去；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你就不要去。给他说话就这两句话。你看到阿弥陀佛接引，你就跟他去。是心王一耳啊，身内俱听啊，二门出入，这个门就是六根。眼识从眼出入，耳识从耳出入。面门出入啊，应物随情。眼能见，耳能听。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心王跟身体合一了，融合成一体了。它在哪里？每一个细胞里都有，其中决定是有四字：道破诸佛密藏啊，盖为人之兴亡决定是有，就像水中的盐味，其味确有，但这个味的形状你看不到。你也听不到，你也摸不到。用这个来比喻八识。八识还有八识起作用的51个心所。你看八识51心所都有四分。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真自证分。都有四分，这决定是有啊！但是我们都看不见的，我们连他的相分都看不见。相分谁看见呢？《大乘经》上只说八地菩萨。我们相信，如果他没有看见，他怎么能说得出，说得那么详细？这四分他都看见了，决定是有啊！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功夫不够，我们障碍没有除得干净，粗的障碍没有了，细的障碍还在。细障碍除了，还有极其微细的障碍没除掉。阿罗汉不错了，粗的障碍除掉了，所以对六道里面清净，他一清二楚。他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往上去十法界，他就不知道。菩萨能知道十法界，
一真法界不知道，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化身菩萨境界，他知道了，啊，那个神通作用就大了，啊，他可以能够达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啊，明心见性的人。啊，信息全能收到，能感受到。啊，那像十住菩萨，他所感受到的，就比不上十行位的菩萨。十行位菩萨比他清楚，他感受到的模糊。啊，确实感受到了，也知道，但是印象模糊。啊，十行菩萨清楚。十回向菩萨就更清楚，啊，到十地菩萨了，那就完全明了了，啊，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迷惑了。十地到第八地，把根看到了，啊，就是本体看到了。啊，他们都能够看到本体，就是模模糊糊的，不清楚，到八地才完全清楚。啊，八地剩下无明习气很薄了，你看上面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啊，他的无明习气断尽了。到妙觉位，十八图就没有了。这十八图怎么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显出来的。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，十八图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，无界修行的功德也是无形的。谁能真正了解，我们相信也是八地以上啊。啊，那照佛经来讲呢，八地以上还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佛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那换句话，等觉菩萨还是模糊。啊，对于妙觉如来的境界，还是模糊，啊！真正搞清楚，一点模糊都没有的话，妙觉如来位呀！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常寂光去了。啊，一证到妙觉，就回到常寂光。所以，念了这几句话，很好。啊，我们把它再念一遍，其中。决定是有四字，道破诸佛密藏，盖为人之兴亡决定是有啊，兴亡兴所，如水中之盐味，其味虽有啊，但此味之形状则不可得。又曹山，这是曹洞宗的祖师，曰：只要知。有便是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，故此有字万不可放过啊！为什么呢？你知道这个有，你就有信心。信为道源功德。如果你这个对没这个信心有怀疑，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你研究的经论再多，你成为一个佛教的学者，
啊，与你了生死出三界毫无关系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要肯定决定是有，在这个地方升起信心，这个信心是相信自己，这个有是自己有啊，我自信当中有啊。啊，你就能成佛成菩萨，在世间法里头你能成身成仙，啊，决定是有啊。在世间法里面，肯定伦理道德因果决定是有啊。你在世间里头成身成仙成君子，你要把这个不相信打个问号在里头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。今天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确确实实没有肯定的确定是有，所以这个是自信心。欧耶大师讲的六种信，这是头一个，信自己，信自己决定是有，决定有佛性，决定有如来智慧，有如来德相，啊，只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些烦恼把它障碍住。虽障碍他，他决定是有，他并没有失掉，这个太重要了。自然只有根本啊，自然是一切现象，根本都是以心生起，以自信就是一根本啊，自然只有根本，没有根本，自然现象不会产生啊。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或者呢，他们的术语，这都是他们术语，这三种现象也是他们术语：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啊，能量是自然现象，信息是心理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。他们知道应该有本体，但是本体没找到啊！本体能不能找到呢？根据大乘佛法说，本体永远找不到，因为科学跟哲学都需要有现象啊，他才能找到。本体没有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怎样才把它找到呢？放下就找到了啊。科学家跟哲学家没有放下啊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所有啊，然后用科学的这个方法把它证实啊，科学的这些仪器啊，科学仪器证实一定要有现象，没有现象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所以大乘经典里面佛说为真方知啊，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才能见性。啊，放下一切执着，你只能够见到，就是空间维次突破了，是六道里头的。啊，六道里面空间维次没有了。啊，一般的菩萨，他们的能力能够见到的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不能超越十法界。啊，佛的教区确实有净土，有秽土。六道是秽土，四圣是净土。啊，六道里面凡圣同居。啊，四圣法界叫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是净宗的术语。所以自然只有根本。这一句话的有两个意思，自含而已。一者，万象生罗，体性无二。这个万象生罗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“能生万法”。啊，万象生罗指什么？指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全都包括在里面，体性无二是一了，是自己清净心、自己本性变现出来的。下面是个比喻：清波接水，你看大海啊，波涛无量无边，通通是除水之外没波啊。啊，重气为金，这是祖师常常比喻的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啊，用黄金做出器皿，啊，几万种没有一个样子相同，啊，全是金做，气气皆金。这自然之中啊，自有本体。此之本体即是根本。这个根本就是本性。啊，就是自己的真心。只要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在佛法讲，你就证得了。宗门的大德，明心见性，教下的大德，大开圆解。念佛的大德，理一心不乱，啊，这些名字不一样，同一个境界，都证得了，啊，所以教下真见性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必学，全知道，这叫大开圆解。啊，慧能大师是个例子，很好的例子。不认识字，根本没学过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
你跟他讲，他们有一样不同的。啊，你给他讲科学，他懂科学；你给他讲哲学，他懂哲学。啊，你只要一提，他全懂。啊，好像他有电脑，啊，他立刻就把资料找出来，他全晓得，不必用文字啊。啊，所谓是自然智、无私智，全都现前了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呢，是二者呢，不由造作，一念顿悟啊，故云自然。悟确实是一念，教下大开圆解也是一念顿悟，净土法门的理业心不乱也是一念顿悟。前面这一句我觉得很重要，怎样才一念顿悟？不由造作，才有机会一念顿悟。你天天想着，哎，我怎样开悟？你决定悟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在造作。啊，这就是起心动念呢。只要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迷呀，它不是悟啊。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豁然大悟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是深的定啊，不是浅的定啊。你看看。不执着了，与事出世间法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连执着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阿罗汉的定啊！还有，哎，我不执着了，他还执着不执着？那还不行啊，阿罗汉是九次地定，世间的这世间禅定是八层八个阶层，四禅八定，啊，阿罗汉是第九定，出了轮回了，啊，那辟支佛是第十定，啊，菩萨是第十一定，佛是第十二定，都没见性。啊，在十法界之内，啊，这些修学的次第，我们都很清楚啊。次第是你功夫浅深说的，啊，所以。研究经教是不是修定呢？是的。啊，因为你心专在经教里面，你的念头就没有妄想了，你那个想的范围就缩小了，收在经教里头，啊，不胡思乱想，这就是定。啊，心地慢慢就清净了。佛所在经教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相信不怀疑了。啊，从这里建立了信心。啊，看到佛菩萨的悲愿，我们的愿力升起来了，自自然然升起来。啊，也不是有意造作，自然。
啊，凡是造作的，哎呀，佛你怎么做，我就跟你怎么做，那是初学。初学是这样的，切入之后啊，就自自然然。啊，从造作里头到不造作，到没有造作的这个念头，啊，没有造作念头，也没有造作的行为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。这个时候，一念顿顿悟的这个缘就越来越接近了。啊，不定什么一个时候，突然就开悟了，自然了。开悟是自然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勉强，不是你想得到的。那不想就开悟了，想就不能开悟。啊，开悟之后什么样子呢？了知万法，尽在自性。这你真的了，顿见真如自性，自性自性即是根本。啊，这成佛了，这什么境界？华严经原教初住，这个境界平等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么多年慢慢的体会到了。啊，以前我们疑惑，明心见性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它还有什么阶级？不都是平等的吗？为什么十报图还有41个阶级？啊，那么看到净土里的为什么还有3倍9品？3倍9品是阶级，平等境界怎么会有这些人？啊，如修3倍9品，极乐世界不平等的，不平等。啊，所以我们才晓得，这是无始无明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。对于你自己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没妨碍，无始无明有妨碍，习气不妨碍。啊，但是习气在，没断了，啊，不妨碍你。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这不妨碍。啊，所以初住菩萨，他就有能力以八相成道的身份，现佛身度众生，是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能现佛身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都能现身，他不妨碍。啊，妨碍什么呢？妨碍你见不到常寂光，知道有常寂光念头。为什么见性了嘛？常寂光就是真如自性嘛，当中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就他还妨碍这个，这个完全习气完全断净了，十报头就不见了，十报头就变成常寂光了。啊，就如同见思烦恼断了。六道轮回就变成四圣法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，四圣法界就变成十报土。
正像我们做梦一样，哎，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没有了。阿罗汉是第一次醒过来，我们真是梦中之梦啊，好几重啊！哎呀，梦醒过来这个境界了，到第二次又是个梦，再醒过来是一真法界。最后真正醒过来的是常寂光，这不再有变化了，永恒不变了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十八图有相啊，常寂光没有相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它能现象，它怎么现象？应身的手机现象，就是众生有感它就现象，众生没有感它不现象。凡是有现象的，科学跟哲学都有办法，确确实实能够发现它们。为什么妄能发现妄？妄永远不能发现真，自信是真的，常寂光是真的，真他没办法，真一定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就见到了，所以科学家如果真正想探讨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佛这个方法好啊，你别去想它。把起心动念放下，你就证得。证得在佛经上讲就成佛了。成佛不是别的，对宇宙真相彻底明了。这叫成佛。成佛人人都有份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成佛一点都不稀奇，是个正常现象，是自然当中的自然相。起心动念不自然了，分别执着就更不自然了。违背自然才有灾难，随顺自然哪来的灾难呢？一切随顺自然，在这个地方讲，最高的随顺自然就成佛了，就回常寂光了。所以随顺自然，你随顺多少？我们在人间随顺那么一点点，就天下太平。那随顺哪一点呢？随顺伦理，随顺道德，随顺因果，就国泰民安了，世界大同啊！人与人之间自然相亲相爱呀、自然会关怀照顾啊，互助合作。就随顺那么一点点。完全是自私自利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一丝毫不随顺，就变成现在社会混乱，地球灾变，不就这么事情吗？你要把它看穿了，这一切自然中自然相。所以见心，见心是什么境界？这几句形容的非常好。了知万法尽在自性，顿见真如自性，自性自性自性即是根本。这三句就是见性的样子。那么这个经里都说，自然只有根本，就说这么一桩事情。
啊，尽明尽灭，即时豁然。这个即时就是一念顿悟，啊，豁然，通达明了了，还得本性呐、啊，真的是不从外得了。那豁然就是一旦开达明彻，啊，就是前面讲的一念得悟。还得本心呢，即是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。这个根本，哲学家讲的本体，啊，大自然的本体。啊，又菩萨戒经云：“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性见性，皆成佛道。”这说多好！啊，这些话，学佛同学都要把它记住。有遇到人家问你：“你们学佛？”佛是什么？你就能回答他。啊，你学的是什么？啊，我学的是我本源自性清净。可是我现在迷了，不认识他了。我能够再看到他，看到自性，自性见性，这不就成佛了？啊，宗门就是八个字：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足证草山，只要知有便是。这是真的，可不是假的。万法皆空，就是这一桩事情不空，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啊。湛于老人曰：“曹山自比六祖，直视得此把柄啊！”啊，把柄是。我们这个放大镜，这是把柄，你把柄抓到了，把柄抓到就你得受用了，你得圆满的受用了。啊，六祖跟我们没有差别，啊，不单是六祖，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们也没差别。只要你知道有，你就有指望了。啊，向后的功夫呢，把这个有证实。有是什么？有自信呐、啊，有真心呐、啊，真心能生万法了。万法跟我一体啊，你对人对事对物那个分别执着一扫而光啊！迷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，悟的时候知道是一，是一体啊。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，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家人啊，所以佛法它终极的目的，第一个叫你见性，第二个叫你法界和睦，自然和睦啊，一丝毫都不要加以勉强啊，不需要定个什么规矩，
这就自然的了。弥勒时候才要规矩啊，啊，无聊的时候都不要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体。啊，眼耳鼻舌身要不要定归我？不需要。啊，为什么一体？啊，正因为迷失一体，才定下这些规矩。觉悟了就不要了，觉悟了它自然就有规矩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而且自然中自然相就在眼前，你看万物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相是从念头生的，你念头里头有这个东西，哎，现象上它就现这个东西。你没有这个念头，就不会现这个现象。为什么？诸佛如来十报图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。所以他那些现象没有变化。啊，极乐世界无量寿。啊，我们不用极乐世界的名词。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无量寿，那个里面居住的人永远不老，永远不生病，永远没有烦恼，就是说他没有分别执着。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他起心动念都没有。因为有起心动念是十法界的福，天台大师称它为相似即福，它不是真的福，相似。啊，为什么没有能放下阿赖耶？啊，阿赖耶什么？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阿赖耶没有了。所以十报图是阿赖耶习气啊，残余的习气所现的，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那里是万物永恒不变啊。人叫金刚不坏身，那他不没有变化。那树木花草，花草长青，它不会衰，它不会老化。啊，这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生是产生变化，它没有心想，所以它永远没有变化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理搞清楚了，那我们相信会有这种现象产生，我们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，有人衰老得很快，有人衰老得很慢，什么原因呢？古人有一句话，说幼能使人老。
啊，忧虑就是烦恼啊。有忧虑的人，有牵挂的人，有心思的人，啊，有欲望的人，这人老很快。你要把这个东西完，统统丢掉了，寿命长，不用，没看到你衰老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没有想到老。啊，你起心动念里头没有这个老子，哎，他就不老。啊，再一个呢，你没有这些拉拉杂杂东西，那是老的催化剂，你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你不会有衰老的现象。啊，所以健康从哪来的？健康是健康的根本，是意念。现在人就讲的心理健康。啊，你有疾病，你这个病能够恢复得快，恢复得慢，与你念头有关系。实实在在讲，医药对你健康的帮助顶多三分不得了了，另外七分呢是你的意念。你要常常想到，哎呀，这病不行了，不得不会好了，你肯定不会好。啊，如果你把这个病看作若无其事，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你很快自然就好了，不用医药也好了。啊，刘素云居士的红斑狼疮就这么好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不过是一两个月，啊，全好了，再到医院检查，真的没有。啊，连医院大夫都感到压抑，你怎么好的？这不可能好的，你怎么好的？啊，念头治好的，现在科学家肯定，啊，念头能改变物质，啊，物质里头有病毒，你的念头清净，就可以把细胞里头的一些病毒啊，消除，恢复正常。啊，这就是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们天天念，没人相信啊，生病还是得找医生呐。啊，那么医生可靠啊？佛这个话不可靠啊，佛这个话你要是真相信，决定是有啊，佛的话决定是真的，你能够相信，你就保平安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啊，端正心念，用什么方法？老实念佛，就是上上乘的端正心念。你的心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阿弥陀佛不生病，阿弥陀佛无烦恼，阿弥陀佛无灾难，你要不要？啊，先要问你，你信不信？
啊，那像这个经常先问你，你有没有？你如果能肯定，决定是有，你就真相信了。真相信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呐、啊！啊，参者若也，光光相如；回者呢，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绝。啊，那这几句话的意思。就是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，啊，万花筒你一转动，现无量无边无尽的画面，你看不完。摄相之体，摄相就是自信，就是前面讲的根本，讲的本体，非即非照，而复常即常照。佛为什么用这种句子？又常即常照，又说非即非照，叫你别执着。叫你细细体会它的真相。即是清净，照是明了，清净跟明了是同时。啊，像我们眼睛张开看外面的境界。眼睛就现出常即常照，同时也显示出呢非即非照，非即非照自然的，没有造作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的近照都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照见外面的色相，他就动心，他就起心动念。啊，要知道，这一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就不叫他做见性了，叫他做眼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。他会把外面境界产生变化。如果只有吉兆，外面境界不变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所以外面境界相他不变。啊，我们一看，马上就分别，就执着。一听，马上分别，马上执着，跟着来的啊！啊，分别是什么？第六意识。执着呢，是第七摩那识。跟眼是同时起作用。啊，第六识、第七识跟阿赖耶。啊，我们讲六七识，有没有接触到阿赖这个外面的事实真相？没有。接触外面事实真相是眼，是耳，啊，
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的意识，第六意识不接触外头啊，外面这些信息传给他，他才知道啊，就好像电视一样，眼耳鼻舌身是在现场，现场是什么？现场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第六意识所看到的是画面，啊，是眼识传给他的画面，啊，眼识像摄影机一样，看到这个画面，信息传到是，他也有一个画面，有接收的画面，啊，第六识相分。第六是相从哪来？第六是相是从前五识的相给他，他就有画面了。他的画面又传给第，他的画面是分别，立刻就传给莫那，莫那就执着，阿赖耶就落印象，业系种子就落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资料库啊，这资料收进去，所以你有记忆。提到昨天的马上想起来。那什么从库资料室资料调出来了，你就清楚了。啊，所以要晓得六七十看不到外面。啊，他要离开前五十他不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是佛教的心理学，比学校的心理学讲得高明啊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读学这个大学心理学，我一看这个本子，这一翻佛经以后再不看了。这个高明啊！啊，讲得清楚，讲得细致啊！啊，八十起作用，五十一个线索，每一个线索都有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证自证分，通通有四分呐。啊，他们的速度比电脑快多了。啊，都是互相联系的，转变最深。啊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绝，变化无穷啊！啊，所以在还原观上，三种周边的一句话：出生无尽，就是变化不绝，变化无穷。啊，所以色相之体啊，非即非照，常即常照，即而常照，故从化身流出爆花佛身。化身是什么？实在讲，就是常寂光。法身没有相啊！啊，佛经上名字叫毗卢遮那，梵语。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？遍一切处，啊，也就是遍一切时。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没有现象你看不到它，但是所有一切现象是从它变起来的，它是本体，它是根本，它就是自性。
所以从他变现出报身、化身。报身是自受用身，化身是他受用身。啊，他受用身是报身教化众生呐、啊，啊，教化众生用要用应化身，啊，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到教，众生有感他就行。啊，我们历代。从释迦牟尼佛起，佛、菩萨、罗汉、祖师大德，通通是应化身。啊，报身住哪里呢？报身住十宝土，住宝土，永恒不变。啊，只要跟众生有缘，报身就会现前。缘没有了，报身就。那我们想想，这缘会没有吗？不可能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虽然它在那变化，成住坏空啊，像人在六道，生老病死，死了以后又去轮回。又是生老病死，永远搞这个，搞不完的。啊，死了死又去投胎，又生了，又搞生老病死，搞了多久了？搞了无量劫了，还在搞啊！所以佛经上讲，生死疲劳啊，还不觉悟吗？不能再干了。啊，搞生死疲劳，因为迷惑颠倒，给一切众生积了多少缘、啊、那就冤冤相报啊，造成了什么？佛所说的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，就搞些这个东西啊。啊，真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。搞清楚了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很多人伤害给你，你一笑了之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人对我很好，哎，报恩。这个人对我不好了，报怨的。啊，这个人来骗我，来还债的。那个人供养我的时候，他还我。啊，他欺骗我，我还他。不就是这回事情吗？一笑了之，心里就很踏实，不落痕迹啊！啊，这好啊！我这一生呢，这消业障啊！啊，借法缘呢、啊？啊，不再借世间的情缘，借法缘。啊，接法缘，你成佛之后，哎，他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他的信息发出来，你就会收到，啊，你就会帮助他，啊，现应化身，啊，现什么身是他的念头，因为你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已经没有分别执着，他的分别执着。随他的分别执着现身说法，不是随自己啊，自己就是现身说法，也是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啊，这跟我们凡夫不一样。啊，现身好像跟我们也其实完全不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世间，
住世八十年，没起心动念，不但没有起心动念，他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妙觉如来，他不是等觉菩萨，他早就成佛了啊！他怎么会有习气呢？没有习气啊！我们不学大乘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学大乘了解了，明白了。啊，这么多年的学习啊，逐渐逐渐也有一点觉悟，对这个事情佛所讲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了，以前有怀疑啊，现在越来越不怀疑了啊，信心十足了，这得受用啊，得什么受用呢？前面讲的静定安乐啊，这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这个与贵贱贫富毫不相干，这是真乐啊，这是真的享受。啊，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学佛，你用这一句答复也妙绝了，我为静定安乐而学佛，我能得到这个，那这世间人得不到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佛法称它做红尘，红尘里头没有静定安乐啊，红尘里的乐是刺激啊！啊，我常常用吸毒打吗啡做比喻啊，它是那个乐，乐之后啊，它有苦啊，它有后遗症呐、啊，静定安乐没有啊，所以它是真乐啊，世间是假乐，佛也说得很清楚。什么乐？苦稍微停了一下，你就觉得很乐了。其实哪有乐？啊，三餐饭吃得很饱，乐。如果一餐饭不吃，你就苦了，就饿得苦了。饿你三天就更苦了，苦上加苦，苦不会变成乐，不会说饿你半个月你快乐起来了，没这个事情啊。啊，所以乐会变成苦，乐是假的啊！你乐吃东西好吃啊，吃得很快乐啊。如果限制你，你现在给我吃20碗，你就要命了，这不行啊！啊，跳舞很快乐啊，我叫你跳上7天7夜，你就喊救命了。乐，所以乐会变成苦，这假的，苦不会变成乐。那所以佛讲这个世间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，哎，但是静定安乐那个乐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那不会变啊，所以要找真乐，别找假乐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